公司今天的网怎么回事啊？赶快派技术部去查一下。啊，技术部已经在看了，毕总。让技术部的人赶快排查问题。如果说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的话，让他们下班吧，回家办公。好，后续我会安排好的，博总。回家办公？不是大家都回家办公了是吧？领导让大家都回家办公，因为没网了，不撤吧。人家是技术部，对吧？回来大家有什么事儿就群里说呗，好不好？技术部不是，他说技术部。啊？单单指技术部，捂嘴都来不及。这样啊，现在都没有网，大家就先休息休息吧，然后做做笔头的工作，好吧？对呀。啊，好。等一下，我们休息一下，就放放风呗，都。你不是让他们走吗？谁啊？请问一下，那个网什么时候能修好呀？那刚刚那个毕总问网什么时候能修好，说你们再修不好就让大家回家办公了。他们现在在三楼的设备间，那得多久呢？这个我们真的说不好。丹丽姐让我们处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所以想让你帮忙看一下电脑的问题。博斯找你们。我害怕。博总现在在哪？楼上，三楼。整个技术部门都在楼上。被骂了吗？你们？整个公司断网了，你们的事儿。你们在这儿干嘛？博斯找你们，你们老板找你们，说博总在三楼找我们，要唯你们试问，快去看看吧。如果一会儿再弄不好，你们就可以下班了。